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小美。今天是答应了大家特别久的春夏镜面口红合集，就是他们我选择了这八支口红，他们的价格都是挺平价，都是百元以下。如果你感兴趣就去往下看吧。三三一这支唇膏，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固体的唇蜜，你这么理解吧。它的膏体非常非常的软，就只可以拧出来，但是拧不回去，所以就是要用多少拧多少。它本身的颜色是裸色，但因为颜色比较透嘛，要结合你本来的唇色，颜色是很容易能涂匀的，然后那镜面的光感也是很好看的，我觉得是有一点封唇效果的。质地和唇蜜是一样的，就是不能成膜，然后涂起来会觉得有点黏，也没有很持久，但是好处呢就是它不会染唇，然后嘴巴涂起来非常舒服。我用它挺多的，其实就当做一个有色润唇膏来用的。它有一点点薄荷味道，涂在嘴巴上也是凉凉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它是固体嘛，其实涂起来挺方便的。如果不抵触唇蜜质地的话，可以试试这个。派的唇蜜我买的是它的迷你组合装，里面有三支唇蜜，我这个真的非常建议大家买一个试试。那三支颜色真的没有一个鸡肋的，都很好看。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这一支，它的颜色是那种裸色的感觉，但涂在嘴巴上也是有一点发橘的感觉。其实你要说唇蜜能不能成膜这件事，我觉得就有点暧昧。而且它成膜之后是非常非常均匀的，一丝丝不均都看不到。它涂起来也是有那么一点点封唇效果的。它本身是有点黏的那种质地，会粘头发，然后也不持久，但是涂在嘴巴上是非常舒服的，是不会染唇的。其实像它和三 C E 的那一支，我觉得就非常适合你很喜欢镜面的感觉，但是又怕那种会染唇的镜面唇釉会有一点让嘴巴不舒服，那你可以试试唇蜜这种质地，我超级喜欢。娇色的贝壳系列，我觉得真实在让我太惊喜了。前面是出过一期试色，然后那四支里边，我后面用的最多的就是这支十号色。它的颜色我觉得不是奶咖，是有一点偏豆沙的那种感觉。厚涂两层以上会有一个非常好看的镜面膜感，但是它成膜是非常慢的，成完之后真的非常好看。我最近用它用的特别多，每次用都会被人文色号。这支的颜色我觉得是能相对的遮住比较多唇色，所以就是受唇色影响没有那么的深，但这个颜色我觉得它不是显白的类型，就是一个比较日常的颜色。包装也好看，味道也好闻，成妆之后的效果也非常喜欢，完美。这一支黑兔的镜面唇釉我买了两支，后来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04号，它是一个比较裸的粉色，是属于那种素颜可以用的颜色。关于它有一个争论比较多的点，就是有很多人说它沾到水之后会泛白，我这支真的很好，成膜之后舔了真的没什么泛白。它成膜是真的很慢，就需要等大概有一分多钟吧，但是成膜之后的妆感是 OK 的，挺好，上班上学啊，你那种淡妆日常妆都可以用，因为它颜色很透嘛，还是要参考你本身的唇色。这支的价格是非常大的优势，如果你有类似的需求的话，那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丽萌的这个镜面唇釉我买了两支，二号和六号色，然后用下来我觉得比较喜欢二号色。我买之前就看到有人形容它质地是介于唇蜜和唇釉之间，试了之后才 get 到它这个点，确实是它成膜之后的感觉特别像唇蜜，透感太强了。但是它成膜的时间也是挺长的，我觉得和黑兔是不相上下，大概要等个一分钟左右。02这支的效果我觉得涂出来就很像草莓冰沙的那种感觉，它是有一点偏亮的粉色。它成膜之后我舔了一下是有泛白的现象，但是这个泛白是等一小会儿它自己就消失了，泛白的程度是比黑兔那支明显。这支我觉得也是一个素颜呀淡妆日常妆的一个种子选手。BBA 十号火了有一段时间了，膜感是真的非常非常强。它成膜之后我觉得有一种自动磨皮的感觉，并且是那种非常朦胧的感觉，很好看。沾到口水的地方是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泛白，这要比的话我觉得它比黑兔还有丽萌都要明显。这个系列的唇釉我有五支，我觉得它的质地真的不算是太出彩，但是镜面是非常非常好看的，是我今天试到这八支里边最最最好看的，所以这个就是有舍有得吧，看你更看重哪一点。上次国货合集试完 Color T 之后，我对他家镜面还挺有好感的。这支710是现种草的，就是一个有一点荧光的草莓色，这个颜色是非常有点挑皮的，如果是比较暖黄的肤色的话不会显白的。
但是它厚涂之后那个膜感真的好好看呀，所以我能接受，素颜肯定是不行的。Colourpop 成膜非常快，而且这膜感我觉得也挺好看的，但是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膜感，是有一点像果酱的那种稍微浓稠一点的膜感。这种颜色其实我觉得你不要害怕它显黑什么，夏天的话真的可以尝试一下，尤其搭配那种吊带裙啊、连衣裙之类的，特别好看，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。这一两年奶茶风刮得非常大， H12 其实出的比较久，有两年多了吧，应该现在一想觉得它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有前瞻性。这一支的调色即使放到现在有这么多奶茶色，我觉得它也一点都不弱。裸色其实最怕没气色嘛，但是它这里边是有一点红棕的感觉，所以涂起来完全 OK， 就是挺提气色的，而且又自然。小酒馆这系列我有好几支非常喜欢的颜色，它是比较质地轻薄，然后成膜比较快，膜感没有现在流行的这几种那么的透亮，但是我觉得也不错。如果喜欢这种红棕奶茶色的话，这支12号真的可以放到你考虑的范围内。第八支试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觉得很种草的呢？当然我喜欢用的这款口红肯定不只是他们八支嘛，就有一些比如像 Holy 08那种，我就说过太多太多次，就没有再放在里边。不知道你没有发现关于颜色上选择了我的一些小心机，他们的颜色都是饱和度稍微低一点，没有那种非常非常亮的红色、橘色那种的，就是都比较偏裸色系、裸粉色呀、奶茶色呀这种的。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个喜好。如果你喜欢这期的内容呢，欢迎帮我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小美，我们下期见。